请看第5页啊，综合1000-2哈，因减负 PM 2.5的资料及带药锌、铅镉汞等有害物的排放资料及排放量的预估。这回复的部分，我们两厂的各项这个空气污染物的地级检测啊，依据购地污染源那个操作许可证登载的内容及空污污染防治相关的规定来做办理。那针对带药锌的部分呢，我们依据这个1995年环保署来公告的电力业的及气电共生业的燃煤锅炉等固定污染物应定期检测带药锌的规定来做执行啊。那我们单一机组哈，目前最近一次的检测浓度呢，跟推估的排放量哈，如附表如下页下表所示啊，请主管请各位长官来鉴核啊。请看第6页，关 PM 2.5的检测啊，目前两厂是目前是法定是并没有规定此部分是应执行的一个项目。那国内的话，目前事实上依据行政院环保署啊，目前也没有合格认证的一个待检验的机构，而且环保署它目前公告的方法，这部分公告的方法事实上它也不适合排烟管道上面有存有水滴，就是有水汽干扰的，也就是说这检测方式对于我们这湿式脱硫事实上检测是有是不太准确的啊。但是呢，即使如此呢，为了落实自主管理呢，我们两个厂也依据哈环保署目前公告的方式啊，来执行 PM 2.5的自主检测。它单一机组检测的浓度呢，就看这个下表所示的，这在103年10月跟103年9月都有做过一次哈。那它的推估的年排放量如下哈，请各位委员参考。在中隔有关于铅镉汞的部分哈，它这个也算非是法定应该执行的检测项目，但为了落实这个自主管理，我们也有在做铅镉汞的定期的这个自动检测。我们单一机组啊，最近一次检测的浓度啊及排放量推估呢，如下表所示啊，都是相当的微量啊。那年排放的浓度呢，年排放量部分呢也推估如下啊，请各位呼应社会大众哈、对于这个空污管制的要求日趋严格啊，而且呢那、这个。县府呢要求使用这个比较好的煤炭，即使我们目前两厂的这个设施，符合 BACD 的原则，也符合我们环评的承诺。我们环评也是全国是最严格，但是我们愿意哈、在承诺，在整次审查会中再承诺，我们再加强我们的自主管制。本次的展言呢，可以从下面四个面向啊来做自我的要求跟承诺，以降低对环境以及空气品质的冲击。在燃煤标准方面，这部分也是呼应县府要求我们用比较好的煤炭。我们愿意承诺将原来许可证含硫量的 1.5% 降低到 0.95%。那这部分的话，已经是全国是最低的一个标准。相较于我们同规模的台中电厂，它是管制只是 1.1 啊。我想我们是非常有诚意，从源头这边来降低燃料这个硫分的一个使用。另外，针对这个烟道排气的标准啊，我们愿意啊。那个参考目前草泥啊，尚未公告实施草泥中的云林县电力设施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再加严比环评更低的一个排放值啊，来降低这个我们排气的这个污染物标准啊，这对环境会更加的有益啊。另外，烟道气的检测项目啊，我们也愿意承诺哈、除了这个法定应检测的项目以外，对于非法定检测的项目。包括 PM 2.5重金属呢，我们频率会比照这个带药锌的方式来做加强的检测啊，提供给各位公民团体跟这个环保局这边有更详细的资料。那空品不良期间的减排方案啊，尤其是针对这个空品不良区，就是在每年的10月到隔年3月，就东北季风比较旺盛的这个区段之内，我们塑化跟工业化厂跟卖电这总共6部大型的机组。我们承诺在这个期间啊，我们会排定2部机组以上来进行这个停车的检修啊，来这个降低这个污染物的排放量。你测你烟囱大概只测铅汞跟铅镉跟汞嘛这三种啊，你凭什么？
其他就不测吗？为什么？为什么不测？因为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项目，当然我们就是优先检测这些项目。意思你生酶里面含这三种比较多是吧？不是。哦，那不是，那你就没依据，你都乱随便选了、啊。因为有委员提出来，像你今天提出来，你要我们做。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东西的话，你一定要先测你生酶的成分有哪些重金属，你才决定说你要做哪些重金属检测。可见你对生酶的重金属检测都没有做，你随便挑个汞、铅跟镉来测，表示你的评估那个、哦。很随便，很随便。OK，、啊、那个是还有 pH， 你有没有做？不好意思，那个是上次委员的意见，所以他们把它纳进来做报告的啦。对，所以我在跟他讲，你对，你完全没有尊重，你完全没有，你们的回答里面完全没有要帮，要遵守云林县政府的法规。你的回答情真意切，但是你完全没有说你准备怎么改善。第二，你告诉我说在烟道是不可能检测 PM2.5 的，这个我也同意，因为理论上有毒的 PM2.5 是一定是不溶于水的，溶于水的就掉下来，就不会成为 PM2.5。那溶于水的东西就随雨滴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现在在这里讲说你 PM2.5 不能检测，好，那请问你要在哪里检测？每一个小时哈的一个监测值哦，这个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这边参考。你们刚刚说没办法检测，现在又说你有监测数字。SOX、NOX、TSP。我关心的只有 PM2.5。啊 ，PM2.5， 因为它没有办法联系监测设施。我正在跟文那个教授这边报告，就是说，因为现在没有标准的方法是不适用我们这个湿式排烟脱硫，所以大家叫我们做，当然我们一定会做。那环保署在最近，包括他去年底，他们也派人到我们现场去采样，他要去开发新的方法。环保署也没有方法，他要去开发新的方法，当然我们全部都配合他们，他们哪时候要来查，要我们配合哪些措施，我们都可以配合他们，只要他们开发出公告我们标准的检测方法，我们马上去采用那个方法，而在没有新的方法之前，我们就采目前环保署公告的现有的这个方法，所以它的准确度是比较差一点。但是那你们还没有承诺以后你们要去研究 PM2.5 啊找对人比找对大学重要。PM2.5 我知道总管理处那边哈，他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团队，他因为他目前就是在环评那边有做一些厂周界的监测啊，目前我们知道有一个计划正在推啦，有一个计划正在推，但是因为那个是我们总公司的一个台北那边在运作，那详细的资料我们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做参考。请问增设一个天然气接收站要多久？我们给你的是2年。然后你们说你们没有，可是你们有6-7个码头，你们说你们没有，对不对？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我们应该等你几年？他加盖一个天然气接收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去看那个今年年初的那个全国能源会议了，因为他要解决天然气接收不稳定的状况。他现在规划要在北部，已经规划好了，没有办法施工，在北部他要增设一座天然气的一个接收站。这个站要盖在哪里？其实早就选好了，但是阻力是比较大，所以天然气接收站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依照全国能源会，它里面也有提到，你整个法令的变动，然后你有办法收到中油的一个天然气，包括你的一些。配管包括你的硬体的改造大概要10年，那个是全国能源会议上面所提的、啊、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一个项目的话，就是说我们会去研究，当然目前实务上可能这技术还不是很成熟，我们目前在研究说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个南美的污染防治设备，我们去找更好的一个设备，只要有我们当然就用，我们目前就找日本看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Thank you.